好的，一开始我们先带您看到在阳明山竹子湖盛开的美丽的绣球花。因为竹子湖这边呢土壤偏酸，让绣球花有了更多颜色上的变化，万紫千红的缤纷色彩，一大早看了是不是觉得心情都开阔起来呢？这个花期会持续一个月，想要赏花的话可以好好规划一下。不过这个星期要赏花要做好准备，恐怕都蛮容易下雨的。我们看到台北的天空呢，今天有一点点灰灰的部分哦，随着锋面接近，锋面前缘偏南风的影响，今天在台北是云多，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有30%到50%。而受到锋面影响，简单来说，这个星期的天气啊，可以看成三个阶段。我们看到今天呢，随着锋面接近，雨主要会在北部还有东部地区比较明显，而其他地方是云多的，但是还没有长时间大范围的雨。晚上开始锋面抵达北部的雨呢，降雨频率就会提高。白天高温呢，各地有25到31度，在中南度偏暖热到有点热。而明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是锋面影响最明显的几天，再加上暖湿的西南风，南北的水汽夹攻，所以在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降雨都会比较容易下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也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而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还要小心周梢尺度对流随即在西半部还有东北部会带来短时间比较大的雨势。还好这一波锋面没有配合上冷空气，各地白天的温度有26到29度。星期六、星期天，锋面又会北移到台湾北方海面，大多地方的雨势都会稍微缓和一点，但是整体来说，水汽还没有明显的减少，所以在西中南部地区呢，雨势还是会有的，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而各地白天高温有28到30度。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今天早上锋面还在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呢有一点点飘雨，主要是在花东还有基隆北海岸。不过今天累积到目前呢，花东的雨量大概只有1-2毫米，时雨量也都不大，只有0.5毫米左右，就是一点飘雨。而温度上面呢，今天白天温度会比昨天再暖一点，在北部还有东半部有24到28度，中南部有29到31度。我们来看到降雨的部分。今天东北部的雨势呢，局部越晚会越明显，随着锋面逐渐的接近，今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都会有一些局部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天气是多云的，但是中午过后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有可能会在局部的雨势比较大一点。今天晚上开始，随着锋面从北往南的移动，会接近台湾本岛，降雨的几率呢就会越来越增加。其实山区午后热对流带来的雨势往往都还不小，我们看到昨天的降雨就是以南部的山区比较明显，在高雄的六龟有125毫米，还有高雄的桃园呢也有104.5毫米，屏东万兰102.5毫米，还有屏东的马家乡99.5毫米，屏东的太武也有88.5毫米，主要就是热对流带来的午后短暂雷阵雨。而明天开始呢，受到锋面的影响，连续几天水汽都会比较多，天气都会不太稳定，会是偶尔下一阵雨，下一下雨又停的状态。但是还是要小心，可能会有中小尺度对流发展，会造成比较强的阵雨。尤其这种中小尺度的对流，都要在几个小时之前才掌握得到，预报的难度比较高一点，所以大家这几天要多多留意气象资讯。我们来看到三日的雨区预测，今天的降雨主要是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尤其预期呢在花莲这边雨势可能会大一点。而星期二到星期五受到锋面徘徊，加上西南风的影响，雨势会最明显，但是还是会有一点些微的差别。明天的雨呢，预估主要会在东半部、北部到中部会偏多，而星期三呢，主要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会在北部地区、东北部还有中部山区雨势会偏大。不过随着锋面的移动，雨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点大。而温度上面这一波不会特别的冷哦，北台湾受到锋面水汽偏多的影响，低温维持在22到23度，高温25到26度，到周末降雨趋缓，温度会逐渐回升来到30度。而这星期中南部的温度上面呢都偏暖热，在中部这两天的高温有29度，星期三到星期五也有27到28度，到周末会再回升到29到31度，低温也有23到24度。南部地区又再暖一点，高温有在30度，低温有26度，加上下雨会有一点湿热，这几天在南部的晚上的温度就是台北北部白天的温度，有点南北两样情，南北往返的话还是稍微留意一下温度的变化。东部地区这几天温度呢，低温维持在23度，白天高温也有26到27度，到周末会再热一点，来到29度。所以看到这个星期一到五的天气，今天呢只有在中部地区是稍微多云的，其他北部、东部还有南部都是很容易下雨的天气。
而星期二到星期五是全台湾都很容易下雨，而且是雷雨的符号哦，雨势可能会瞬间比较大，但还好不会一下一整天狂炸的那种雨，会下下停停的，还有一点下雨的空档。帮你整理今天的气象重点。今天在北部还有东部比较容易下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出门还是带把伞比较好。而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中午过后容易有午后雷阵雨，而且容易局部的雨势比较大。中午过后到山区活动的话，要多多留意。晚上开始封面抵达，各地降雨几率就会增加。这个容易下雨的天气可能会连续好几天，甚至一直持续到周末。想要洗衣晒背的话，要抓紧下雨的空档，也要记得打开家里的除湿机喽。以上就是这节气象，把时间交给晨曦。